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一封上帝的通告函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今天呢，这个特别选了这个的诗篇49篇1到20节，那特别长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也需要大家很注意的来看，也注意的听。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把它读进你的心里，因为我会用这里头那20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对每一个人的基督徒，对神的儿女，包括了世人，都非要听的这段话，在诗篇这一篇49篇1到20节。好吗？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的这段经文好吗？我们都有打上来，打下。来，我们一起的起音来读，1、2、3。万民啊，你们要听这话；世上的居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无论是地位高低，或贫或富，都要一同留心听。我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话，我的心要默想明智的事。我要留心听智慧，我要谈这个情开谜语，在患难的日子暗中避害我的恶人，围绕我的时候，我何必惧怕呢？他们祈告财物，自夸多财，但他们没有一个能把他的弟兄赎回，或把他的赎价交给神，因为他的生命的赎价非常昂贵，只好永远放弃，使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他看见智慧的人死去，愚昧的人和愚顽人一同灭亡，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别人。他们的心里想，他们的家必永远长，他们的住处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方，但是人不能常想，他们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这就是愚昧人的道路。但在他们以后的人还欣赏他们说的话，他们好像羊群被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人。到了早晨，正直人要管辖他们，他们形体必在阴间消灭，他们在没有住处，但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势，因为他们必切去别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害怕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他的荣华也不能随他下去。他在世虽然自称是有福的，并且说只要你富足，你还要归他的列代的祖宗那里去，永不见光明。人想富贵而不聪明，就像灭亡的牲畜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向耶稣，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众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他们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就是来参加聚会，因为他知道神的话语是宝贝的，神的话语是向着我的生命说话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渴慕上帝的话语，以致我们选择这段的时间分别为圣，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上帝的话语。主啊，我祷告今天早上，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灵里面领受这段话语，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灵里面更加的活泼，更加的有力，来走我们这一个的基督徒的道路，更使我们的人生更丰盛。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专心听，让我们用心听，因为神的话语是如两刃的剑，把我们内心的一切的疙瘩抵挡上帝的完全剖开，让神的话语植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上帝的话语着床在我们的灵，让神的话语成长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这段的话语呢，是一篇的诗篇，也就是这一个的诗人所说的，也就是一篇的信仰的
通告信来的。那这篇诗篇里面要写的呢，是一个教训人的一个诗篇，它不是赞美神的。所以我们讲到教训人呢，都不太也想要听的哈。但是这是的的确确的，神真的用了这篇的话来做一个的警告，里头有三个警告哈。那我在讲的时候，我盼望你们都要注意听啊，注意听，你才知道里头讲的是什么。有三个的警告，第一个的警告我会讲到那智慧的留心听的人他会得到什么，不留心听的人又会得到什么。第二个警告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勉励不要贪恋钱财，因为无人能够向死人交赎金，使到自己的那个的寿数多长一刻啊，没有一个人用金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多留一刻，这个也是一个警惕。 OK， 最后呢，就是只有神能够拯救那正直的人，也意思说只有那一些愿意敬畏耶和华，聆听上帝，留心听上帝话语的人呢，他就会得着那永远的盼望啊。这里有三个提示给我们，所以我就很简称的把这个整篇的这个神的话语说成呢，我们信仰的通告函啊，就是我很简称的说，也就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就是一封上帝的通告函啊。给这讲的通告函，就是要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了我，所有上帝的创造的儿女都应当听的。告诉你的旁边要留心听。如果当中真的有一些听听一半，我讲到的时候睡觉，你就把手顶一顶他，敲一敲他，推一推他。所以因为很重要的要注意听，阿们啊，不是要打他，而是要提醒他，因为是很重要的，阿们。所以呢，今天早上我巴不得你们都很注意听。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一开始就说了，说你们要听，万民啊，你们要听，你们要留心听，阿们。留心听，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事，所以要留心听。阿们。好，第一点我们要来学习的哈，我们讲到通告的内容里面哈，有三，包括了很多事，我只讲三件事。那通告的内容呢，里面呢，通常都是包含着命令，通常也包含着指示，通常也包含着什么呢？就是那个答复你，你听从，你看你听从指示，你照着是做，你会得着什么？通常通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指示的，以及今天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也恰恰好包括了这样点，这一些都在里面，所以要洗耳恭听。来，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留心听的人出路都平安。阿们，留心听上帝话语的人出路都平安。哈利路亚，基督徒要不要出路平安啊？信了耶稣，信不信神会赐福你出入平安啊？以前我们没信耶稣，我们都相信贴着一个出入平安，我们都渴望我们的家里的人出入平安，阿们吗？原来这一句出入平安的话，不是我们传统中国人所讲的，原来圣经已经讲了，圣经已经记载了，这句话是神要赐福给他的儿女的。所以第一件事情，神就提醒我们，你们要留心听，告诉你的旁边要留心听，要留心听上帝的话语。上帝今天早晨有特别的话也 要告诉我们。那这一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圣经有一处的话语说，你处你路必蒙福，你处也蒙福，路也蒙福。在哪一处的经文呢？在生命记，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26:28-6，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处也平安，路也平安，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一起的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启及一些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看见我神怎么样祝福我，好不好？ OK， 我们一起的来看，我们1、2、3来。如果你实在的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这一切的福气必临到你的身上，必把你追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
畜的，牲畜所畜的，牛身子和羊所产的，都必蒙福。你的篮子和你的团面盘都必蒙福，你畜必蒙福，你鹿必蒙福。讲了那么多，你觉得你领受哪一点呢？蒙福，蒙福，蒙福，蒙福！告诉你旁边，你是蒙福的人。坐在这里的人都是蒙福的，哈利路亚！坐在左边、右边都是蒙福的。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蒙福的，阿门。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不要只有这蒙福这两个字，我们看见、看清楚圣经里面讲的，你在哪一处蒙福？你在你的职场上蒙福，你在你的土场上蒙福，你做的什么，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就蒙福。你是做生意的，蒙福。你是打工的，蒙福。因着你在那个地方，你的老板因着你在那个地方，他蒙福。哈利路亚，有基督徒的地方，那地方就蒙福。哈利路亚，真的，我讲到说有基督徒的地方就必把福气带到那里，阿们。因为我们本是一个蒙福的人啊，哈利路亚，我本是一个蒙福的。所以你们看到神允许、那听从的人，不要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听从神话的人，还有强调对吗，听从神耶和华吩咐的，听从神吩咐的，神必要照着他的应许，以丰满的祝福环绕着他们，环绕着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相反，如果没有听从呢，怎么办？ Sorry 咯，没有祝福咯，是吗？我应该也这样子解一解了， OK。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的的确确上帝一致的强调你要听从神的话语。那神绝不会失信的。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神的百姓怎么样的，他们的心怎么样的归向神，神的祝福就怎么样的围绕他们。有圣经记载的，有神的话语记载的。刚刚我讲过了哈，通告呢里头其实是有很丰富的内容要我们注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留心看上帝的话语，看神怎么说，对，看上帝怎么说。那他就说了，在城里面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所生的也蒙福，你所产的，地所产的也蒙福，连你的动物也蒙福。可能你家中养一条，养一只狗，狗也蒙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狗啊，生养众多，生了好多胎，可以卖了很多钱啊，要名狗了，不要那种啊菜狗了啊，菜狗都不值钱的，对不对？ OK， 那名狗哇，你的狗也蒙福啊，生了很多。OK， 就可以变卖很多的钱了，那这个就是祝福了。所以他说羊啊牛啊都蒙福，你的篮子啊，你的篮子和你的那个的团面盘啊都蒙福。你的篮子啊，我就是单单纯纯解一个了，你的荷包也蒙福了，我讲好不好？ OK， 哇，你的钱包啊满满的，每次都有满的、不缺钱的，里面有很多不是那小张的，很多大张的哦，一直有很多，神就祝福你了，你是蒙福的。神的应许说，那么清楚，听从神的话的必定蒙福，必定必定必定会蒙福，必定是一个很说的，你知道吗？一定会的。OK， 他一定会让你蒙福的。你看，你说啊，这是牧师啊，骗人的，我都听了他的话都没有蒙福的。继续的听下去，不要只有听上面没有听下面，因为讲的是通告了吗？通告不可以看前面，不要看后面，要看全部。OK， 继续的来跟随着上帝所讲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上的一点一滴都必要沾满祝福，这样的光景真实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的人生一进一处，一举一动，全都在神的眼目当中，因为上帝称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哈利路亚，眼中的同人，也就是告诉我，当 你的眼睛眼对眼的时候，你看到对方的眼球上有谁啊？ Hello， 那眼球上有谁？自己啊，
没有啦，你怎么可能看到你自己，对不对？眼球是看到对方，对不对？哇，上帝就说你就是我眼球里面的那个人啊，我看到你啊，哦，你很宝贵啊。上帝说我们就是他眼中的同人，不管你在哪里，你在何处，上帝都在眷顾着你。他的眼目无处不在盯着你，就是要照顾你，就是要让你蒙福。可能你差一点就 miss 掉那个祝福，神又把你引过来，因为你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通告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继续的听。那有一次我刚刚过而已，我休息，就是跟丈夫去一个的 company 的 trip， 他的公司的这个的团去了这个的地方，然后当然公司要去这个主办的这个地方，让我的丈夫去呢，就有一个 notice 的，就是有一个通告，那个通告就告诉他我们这个的晚上有什么节目你要预备什么，那么都写在这一个的通告里面。我的先生呢拿到通告的时候，只把那通告随便的读一读，读那一个的大标题，他的大标题指的是什么，这个 team 呢的标题是要准备 cowboy 的衣服，他就在他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全部预备好他的 cowboy 的衣服，哇，全部格子衣服 cowboy 的东西都预备好，他心上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所有都预备好，没有缺了，那么就飞到那里去了。那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就哇 cowboy 的哇人全部出场，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要上台领奖，那上台领奖呢是要穿 formal 的，就是要穿体面的一点，那么他就带着全都是 cowboy 的衣服，那怎么办？哎呦，去到那里我说怎么办，他回来哎呦糟糕了，我没有拿那个，我没有拿我的西装来呀。我说啊，你不知道要拿西装吗？是咯，这样 cowboy 咯，你一整场 cowboy 完咯，对吧？他就拿了 cowboy 的衣服，那怎么办？去买咯，哇，去到那里买好贵哦，我家里有很多了哦，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得办法咯，你看着办咯，你看吗？为什么没有读啦，你看只看那个，一般上我们会犯下的错误，对吗？那牧师同工教会放很多通告，我们看上面没有看内容呀。哎呀，如果我们有全读到完的时候，即使我们走到一半遇到状况的时候，哎，没有嘞，我好像读了不是这样的嘞，然后你回头一看，哦，还好我有读啊，是这样的，是讲到这样的，所以即使是走到一半你有点摇动，你回去哎，不是啊，是这样子的，memo 已经讲好了，那通告已经讲说是这样的，你就不会害怕了。通告里面是要告诉你是要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是要拿的。结果他上台领奖，当然了，是那边有人怜悯他，他说不要紧，我上了哦，我下来借你穿。哇，这样还好，没有这样羞耻了哦，没有这样，因为上帝给你怜悯恩待我，对吗？上帝给你这一个的恩待，让你可以有机会上台领奖哦，你还不穿好一点来荣耀我们的神，靠什么 boy， 一场一次 cowboy 完。我心想哎呀，你以后哦，真的要读好来。哎呦，真的我犯下了这个错，我真的是以后真的要读。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一般会犯下的错吗？呀，去到的时候盘盘烂烂啊，赶赶将将，哎呀，是吗是吗，这样讲他讲什么我们都不爱看，如同圣经的话一样，我们都不专心听，我们都不爱注意。求神帮助我们不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提醒大家用这一个的我们生命的见证鼓励大家不要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留心听的弟兄姐妹，你出平安，你路也平安的。 OK， 你听了，你做了，你听见了，你看见了，留心看了，你做什么东西你都不用害怕了，你出就出吧，进回来也平安的，没有事情发生的，出路都平安。阿们。第二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上帝的这一封的通告函里面呢，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哈，所以是在哪里呢？在诗篇的第五到十二节，刚刚你们读的啊，如果回去的话，你注意听我的，你回去再来多读一下，你就会更加的明白上帝的话语。第二点的这个的通告里面的内容讲什么？诗人所要传达的是，财物不是唯一的依靠。诗人要跟我们传达的是，财物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他要教导我们这一点。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二点，留心听的人不依靠无定的钱财。留心听神的话语的人，留听上帝所讲的人，我们不去依靠这无定的钱财。我就把重点放在无定的钱财。那看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这个的六章十七节。那这段话语就是要鼓励我们，我们应当要把那注意力依靠放在哪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二三，来，我要嘱咐那一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期望在浮动的财物上，却要仰望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他要我们把我们这一个的注意力放在上帝的身上，把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上帝的那里。阿们。这我要告诉你，不是因为说钱不重要。那这里啊，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啊，钱多不是过错，没钱就是大错特错。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OK， 那人追钱是人赚的不够花，所以要追钱。为什么人会追钱？他说，那追钱的追钱人是赚的钱追，就是钱追人呢，是赚的太多没有地方花。那人追钱呢，人追钱就跑，那越追就越贫穷。钱追人跑，就想穷也穷不了。这是一般我们会讲的话，说钱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阿们，非常重要。牧师，没有钱什么都不难，做事工没有钱什么都不难，没有钱教会也开不了。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多钱，但是教会就开到了。 You know， 钱不是我们锁定，钱是要给我们用的，让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这个对钱的这个的看法。那财务多不是所有的事情能够做得到的，钱多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刚我们看到了诗篇的第四十九章的第六节说的，他们钱很多，他们期靠财物，自夸多钱，但是第七节就解释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兄弟赎回，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兄弟的灵魂赎回。你看到吗？圣经这么记载，没有一个人可以用钱买灵魂，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一些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东西真的有很多。可能你说哈，钱多可以买很多东西，哈，可以买很多的东西啊。我告诉你，钱多你可以买很好的很好的床，你可以买真的是那一个顶尖的床，一个很漂亮的床，一个很舒服的床，但是你没有办法可以买到一个很好的睡眠。是吧？你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告诉你弟兄姐妹，现代的这个的社会里面，不是忧郁症很可怕，忧郁症都不可怕了，不能睡觉的症啊，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睡入眠啊。难道他们没有一张好的床吗？难道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吗？不是的，很好的环境，不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睡不着觉，无缘无故的睡不好，明天早上还要工作，又没有精神，很多的压力。为什么呢？钱是可以买到这些的吗？不能的，弟兄姐妹，不是钱多我们就可以买所有的东西了，不是钱多我们可以买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你说钱多可以买一间很豪华的别墅，但是呢，你却买不到一个很幸福的家，你却不能够买到一个很幸福的家。那钱很多可以买到一个很漂亮的公寓，听说现在公寓不用刀背门的，很容易可以买到的，你可以装饰的很堂皇。可是在里头呢，因为买了这个的公寓的时候，特别鼓励年轻人真的是在金钱上要谨慎学习，不要因为说不够的时候才去投资的时候，变成了那个钱呢就把你的心给吸引住了。所以一直在这个家庭里面买了一间家，本来一个人做工
工，还可以幸福快乐，孩子在家妻子在家里顾孩子，好好的调养这个孩子，用耶和华的教导教导那个孩子长大。而是因为投资太多了，两夫妻都要出去工作，那一工作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了，所以一大半的钱都投资在那个物质的房屋上，以致就没有时间在大家彼此沟通，建立这个家庭幸福的家庭，以变成一半的幸福而已。在这再吵闹下去，幸福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就是现代人的一些的处境。所以呢，钱多可以买到很多，你钱多可以买到很多的那些的保护者，可以买到很多的你的身边请很多的家嘎嘎来保护你的家人。可是呢，你却真的买不到救恩。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你买不到救恩的。那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再看，他说，我们一起的来看这段的经文，来，我们一起读。因为知道你们的得属，唾弃你们祖先传下来的妄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真的，我们不能够用金钱来买平安，我们不能够用金钱来买喜乐，我们不能够用金钱来买我们心中的安全感，不能，一点都不能哈。所以我要来我们要来到思考一下，我们来看看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曾几何时哈，人类对金钱的依靠紧捉的那么紧呢，捉的紧紧的。啊，曾几何时，我们看一看，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人哈，没有钱了，就会失去安全感。一些人没有金钱了，他知道他的钱不够用，他就开始的紧张，开始的害怕，开始的觉得很害怕，明天不能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以前我也一样。我告诉你，我也很害怕，我很害怕明天没有钱，我很害怕今天我的钱不够明天用，我很害怕。直到当我的生命遇见神的时候，我不再害怕，我放开给神，因为我知道我害怕也没有用，我知道明天也不是属于我的，因为我知道明天是属于神的，那我还害怕明天什么呢？我今天能不能够活得了还是今天的事情，也是我渐渐的让我放开在神的面前，让主参与我在我经济上的状况，让我在学习的怎么样把我的经济的状况交给主，一直让我不再害怕抓着我自己数算，即使是我剩下的不多，但我一定仰望我的神。我曾经讲过了这个见证的，我跟大家都说过了，我自己也继续的再提，因为我觉得这个见证对我来讲，对大家来讲，就是一个很鼓励。那时候我在读神学，我很需要钱啊，你知道吗？要交学费，没有钱给交学费，交了一半的学费给学院，我说可不可以给我，我给一半的学费。哪里知道那个学院的那个负责人就讲了，他很不客气的跟我讲，你以为这里是银行啊？哎呦，对不起啊，原来神学院也会有讲这样的话的嘞，我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换新币了，你知道吗？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自费的啦，我们全部都是自费去读的。所以呢，我那时当时孩子也在读书，用新币，我用新币，那妈妈也用新币，有时候我自己都怪我自己，读什么神学啦？给孩子读书就好了嘛，对吗？又跟孩子抢钱去读书这样的，你看又没有钱，又到期了哦。哎呦，我拿一半的钱呢？给他讲，你以为这 you don't hear is bang 啊？ No, no such thing. Give half. 他讲，哎呦，很排泄，又很伤心哦。给他讲了这样子回来，我说感谢神。然后我讲，哦 ，cannot 啦 ，cannot。那天我哇，说这个很凶哦。所以我回来安静祷告，神啊，谢谢你主啊，你为我预备啊，你为我预备足够的金钱去还我的学费啊。哦，感谢神，当然神最后也供应了我。然后我很忙哦，我没有办法煮饭啊。你知道吗？神总是派天使把饭菜送来给我，是谁呢？现在我们景祥牧师的那个岳母啊，你知道吗？安哥翁啊，她就是这个义红姐妹，昨日为我一个礼拜为我预备三餐，三次都打电话，她讲你会怕吗？我不怕，我吃的不怕，你赶快拿来，连饭也为我预备啊，你知道吗？我知道上帝会为我供应，弟兄姐妹，真的不要怕，你放开的时候，你放开，他就供应你，哈利路亚。你放开一切，就他就会供应你的。如果你紧紧抓住，你算，你数，你数，你一直数，就越数越没有的。
耶稣一抓到那个钱都被你抓断了，都还是那个钱，放开来，放开给神。这是圣地告我们讲，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那依靠上帝，上帝会差派人来的，上帝会供应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仍然还有一种这持守的钱没有，我很不要安全感，我很害怕的，你们可以向神祷告，向神常常的祷告，求神帮助我，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就是那百般丰富供给我供应给我的神，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借着你的怜悯让我可以每一天度日， OK 吗？我刚刚讲过，连明天都是神的，你算什么？你在数算什么？你害怕什么？连明天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求祷告，求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不祈靠那无定的钱财，求神不让我们继续仰望那个无定的钱财，是仰望我的主，从钱的方面来举目仰望我的神。这就是我的经历，就是我从这一个的生命当中的不断的经历神，不断的经历神。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不是因为我们老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什么的，我们不需要依靠神，不是的，都要仰望神，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要仰望神。第三点我们来看，第三点在这个的诗篇里面的内容，从这个十五节到一直到十九节的里面的诗篇的经文里面说了这个内容，告诉我们什么呢？要提醒我们里头这个内容，他说恶人跟义人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他说再是留心听神话语的人呢、的人呢，他只是一个像义人一样，他就会能够得着永远的盼望，他就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盼望。这就是第三点，那诗人提醒我们的。他说留心听的人必有永远的盼望，阿们。留心听上帝话语的人必能够享有永远的盼望，哈利路亚。永远的盼望指的是什么？这里讲到永远是指的不是你今生而已啊，这是要直到永生，哈利路亚，今天到永远，到你以后。所以上帝的应许就是这样。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看一下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更了解上帝的盼望。来，一二三读，愿那赐盼望的神应着你们的信，把一切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阿们。应着你们的信，阿们。如果我把这一个的 memo 这个通告给你，那你又不信我们当时我们会在这个通告里面会得着些什么，或者是会实行些什么，那你又不信，你来的时候结果你得到吗？没有得到，你得不着，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通告里面所讲的。所以我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都是一群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封的这个的通告函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是给我们的，是我能够得着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些的基督徒里面，我们是属于后现代的基督徒，就在这样的很紧凑，而且是一个很快就变不紧的一个的时代里面呀，很快今天的东西 Pro 明天就变成旧的，所以东西都很快。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人都说哎呦好快哦，现在6月的2号就是我们今年的半年这样过去了，快不快？好像是昨天而已。我觉得上帝好像特意的把这个闹钟把这个时间调得特别的快，对吗？他说哇，我们还来不及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东西，已经是半年了哦。你想想你这个半年你做了什么？你想想你这个半年里面，在年头里面你答应过神你要做什么，有没有做到？你想这个半年在十二月来，你觉得会很遥远吗？不遥远的，然后不遥远的，一下子又到哇，圣诞节来了，我们要拉那个 camera 出来了，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个 camera 去台了没有哈，去下了没有？对，又拉出来了，哦，又一年了。我告诉你，时间是很快，这个步伐是很快的。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后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要
要紧凑的来比这个哦，这个世界来得更快。我们不是要走在世界的背后，世界的后面，我们要比它更快。后现代的基督徒，今天的我们哈是走行，就是活在这个现实的生活的当中的。在这个后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面对这么快的节奏的里面，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的挫折，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的打击，我们会常常面对所难免所面对的一些的苦难，一些的难题。我承认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脚步要快一点，要跟着神的脚步快一点，预备好我们自己，否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立了，弟兄姐妹，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后知后觉。基督徒，上帝的儿女，虽然我们真的是，我们很想要先知先觉，可是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可以靠圣灵，我们可以靠主，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神，因为神赐下了他的盼望给我们。我相信我的神，我知道我的人生，你知道人生很复杂的，你知不知道呀？你想不发生的事情，它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阿们嘛，你说哎呀不可能的啦，你想想看，你哪里痛一下你会不会怀疑？会不会哎呦怎么这里面会痛啊，这里你会想到什么？会说哎呦不能患下什么病，会吗？有很多东西是你没办法想到的，你没有办法所以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当事情来的时候，你就不会的害怕，就不会不懂怎么样的去面对它了。所以我们要常常预备。这里要讲一个故事，我们讲一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那基督教有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的要归这个的哈，这个的奖赏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改革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他在改教的时候，当他做这个为基督教来站立来改教的时候，他也经历了很多困难，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攻击。那当时的罗马政权来攻击他，一直要攻击他什么呢？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异端，你来传讲，你来把我们的那个的什么呢？天主教来改要改换他们，改换他们所信奉的。然后这个马丁路德呢，却是看见了，他说人不是这样子的。从圣经里面，他亲自的从神那里领悟到，原来我们的救恩不是这样的，不是靠一些买什么赎罪券啊，来到赎我们的罪。原来我们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人才能够得救的。以致他看见了神就 reveal， 神就彰显了在他的灵里面。所以以致他就围着基督教来说，就说哎，不是这样，信仰应该是信靠耶稣，而不是用金钱来赎买我们的罪的。赎买我们的罪的那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拼命的围着这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来改革。以致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当他遇到这个罗马的给他施压压力，罗马政府给他压力，政权给他压力，那些教皇给他压力，或者很多很多的给他压力的时候，他想要放弃啊！他真的是想要放弃啊！他垂心，他垂头丧脑，想不要了，算了吧，算了，他不要了。这时候你知道吗？他的太太安慰他，不要放弃哦 ，darling， 不要放弃，继续努力，你会成功的，你会让这个基督教给兴起来的。那时候他真的是不受安慰，也是这个太太呢，这太太有一天早上呢，她就装扮成一个去丧礼的装扮，全身穿到黑噜噜的，那头上呢就戴了一个的黑的头纱。在两个星期前我看了十对的新娘新郎在这里，对不起，我没有参加你们的婚宴，我没有坐席，没有恭喜，没有给你们红包哦。你们穿的白白的，他那天就穿的黑黑的出来，全身黑的，他打扮黑黑的出来，来到他的这个的，跑到这个的马丁路德的面前。马丁路德说哎，谁死了？他就问他谁死了，他说上帝死了。哇，马丁路德听了
你胡说八道，上帝怎么能死啊？上帝是心在、精在、永在、活着的神，上帝是什么神？怎么能会死的？什么会死的？我们的神不会死的，对吗？真的。后来呢，他的太太呢，很镇定地说了这句话，这句话真是说中了马丁路德的心。那么你为什么还灰心呢？那么你为什么还那么样的这么样的伤心，想要放弃呢？那么样的灰心，想要不要做改革呢？哇，一直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即刻就爬起来坚持到底。所以呢，即使是他走到很艰辛的这个的壁伯，他仍然的最后他走完了，他把整个基督教给改变过，整个信仰啊，就改变过来，就让我们兴起了这个基督教。所以我说呢，我们基督教的落实要归功于这个人，这个马丁路德，他没有放弃，阿们，他真的没有放弃。弟兄姐妹，这句话我要告诉什么呢？告诉大家什么呢？信他的人是有永远的盼望的，信他的人有永远盼望的应许的。今天神在透过马丁路德这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伟人，要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盼望，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还没有进入，还是还没有经历到这个的神在他所应许的盼望，我经历到，你就不要那么快的擅自离开。阿们。我们可能在当中，你在信仰的当中，你经历到神，我好像说，牧师你所讲的东西我都没有经历到，不要离开。当你还没有经历的时候，就不要擅自的离开上帝的盼望线，直到你经历为止。直到你经历到上帝的盼望的时候，你还告诉我那时候你要说我离开，我告诉你，通常你都不离开了，因为你经历了，因为你经历到神的盼望了。神是一个赐盼望的神，神盼望，他的盼望给我们是永远的，他是永远的。我们看见马丁路德，他虽然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的苦楚挫折，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仍然的因着他太太刺激了他这句话，他知道上帝是不死的，他知道上帝是永活的，他是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来的，他哪会死呢？所以呢，就即刻让他想起这个盼望来了，他就继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工作。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3-4节，让我们看一下。好了，有没有？我们一起来，一二三。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够衰残，为你们存留了天上的基业。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为我们预备他的大怜悯，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一些主啊，在主里面相信耶稣的人，有永远的盼望。阿们。有永远的盼望。即使在你面对一些的东西，你很失落，你很失落，你好像没有得着，你好像什么都得不着，不要那么快的就离开，直到你得着为止。我刚刚说过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呢帮助我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刚我讲过的。阿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来仰望我们这一位神。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说得享富贵又聪明，我们要成为一个得享富贵又聪明的人。阿们吗？告诉你旁边，你是那一位得享富贵又聪明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又能够成为一位，因为神赐给我们盼望，我在他的盼望里面，我领受他的盼望才走，不要没有领受不要走，不要走开，直到我得到上帝的这个什么呢？富贵为止。然后又聪明，又富贵又聪明。来，相反来看这段的经文， OK， 来20节什么？一起读。人想富贵而不聪明，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有钱，如果我们有富贵，但我不聪明，不聪明就是没有智慧用在神的金钱上，就好像一个死的动物一样，没有两样。
做不对，打不标上帝的标了，是不是？当你坐在神里面，神要把你就是你拥有的，上帝要祝福你更多。上帝要用你拥有的那个钱财，不是你在 calculate， 而是神，你让神来做你的这个的预算，让你更加的有聪明来处理你自己的人生。好，我们再一同的来反思。那我们请敬拜团来预备，我们一同来反思哈。反思什么呢？真正的负责富贵的价值，你觉得指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富贵的价值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钱财吗？还是生命 ？OK， 你觉得？我就丢给你们去思想。人若有富贵，不在富贵当中醒悟，如同这个一般死亡的牲畜一样，指的又是什么？我们来回去你们自己思考一下哈。OK， 那。富贵绝对不是用我说的哈，这个富贵呢，绝对不是用物质和金钱来定价的，听清清楚，富贵绝对不是用金钱，你有的金钱有多少，你是一个富贵的人，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用你的物质有多少来定你这个的价。富贵的定义是一个人的生命哈，一个人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在那超越自己的生命的能力底下，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那个就是富贵。阿们，那个就是富贵来的。你没有，可是你愿意活的，你活得像上帝要你活出的那个样子一样。那刚刚我们讲到，我们的 Sam 传道有提到了这一个的，见证。那我也提，那在这个国内里面哈，我们真的是被一对夫妻来接待我们。可是你可想，你从来都没有去过一个家是这么小的，他的家里只是小到我第一次看人的家有这么小，只有一个厅一个房。你觉得一个厅一个房可能在你的思想里面会是很大的一个地方，没有，一厅一房是一个小到好像你的，我怎么讲呢？就好像那个 baby room 一样，在房间也在里面，厕所也在里面，客厅也在里面。 OK， 就接待我们这对夫妻，接待我们不止一次两次，就煮给我们吃，煮上好的食物给我们吃，把他冰橱里面所有的好料都煮给我们吃，煮到满桌子。那桌子当然很小，那桌子只能够坐，他的位置是一个两个人四个人坐的一个长形的那个桌子。那摆一个桌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坐着这样，对方呢他又摆一些家具的东西在对方，就没有地方可以站了。这个就是客厅，可以想那个客厅有多大。那么呢，他就很乐意的款待我们，接待我们煮。他没有觉得哎呀，我的家里见这么简陋，我不好意思接待你啊，我都不敢接待你啊。然后我又走去，哎呀，去厕所，去厨房。一进到那个厨房的时候，那个人那个厨房只有他的丈夫在那里煮饭，一个人站。然后我说我要去厕所，那厕所就是冲凉房，也是厕所，就是站住的地方，前面放一台洗衣机，就是这样。洗衣机有多大？一个脚步踏进去，进到厕所，一个脚步踏到厕所，那个就是冲凉房，没有位置了。我就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地方，可是那个家他愿意的接待我们，在那个很挤的一个的家庭里面，我看见这个人真的就像他有什么可以献上，但是他就献上这样的一个给我来招待我们。这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他行了，他做了，他没有顾虑到自己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够接待人呢？要么是叫那些三房一厅的人接待我们吧，对吗？一厅一房的人接待我们，进去两步就到客厅了，两步哦，真的不夸张的哦。哇，我们去到怎么可以住人？还有没有地方可以住？他女儿住哪里？还有一个家婆住在里面，家婆住哪里？我在想那个房间就是只有一张床而已哦，是只有放一张床，一进去就是一张床，那张床也要个特小的，如果大一点都是不能睡的了。我在想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我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啊，这样的一个的生命，哇，太棒了！他愿意的来让神在他的生命里面使用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的爱心款待我们。相反的，
如果我们有财富，我们不愿意跟神分享的话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两个人的故事，这个两夫妻来的，这个圣经说到他们这两夫妻，丈夫是这样，妻子也是这样，把变卖所有的，私自留一点，没有完全给完。那么上圣灵感动仆人说啊，丈夫已经骗了神的仆人的时候，骗了上帝的时候，即刻被祭司。然后妻子又来骗，他说啊，你变卖的在哪里呢？所有在这里。他说我所有都在这里了。他说你讲骗话，你把自己私自留下一点，没有给神。然后很多时候我不是讲那个钱多钱少，而是我们有没有把所有给神，有没有把所有的交给神。如果我们愿意把神我们所拥有的来跟神一同的分享的话，那上帝却要把你没有的都要转换转变，来转化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阿们，都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上帝给我们的一封通函，一封的通告函，要我们留心的听，让我们出入平安，让我们不要依靠这无定的钱财来仰望这一位赐给我们百物享受的上帝。第三，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这主给我们的这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叫得着他，我们要得着他，就是用生命来得着他，愿意跟神分享你所有，然后你就会得着神的更多的盼望。阿们。所以今天对你来说，生命最感动最感动到你富足，你感到富足的是什么？最感到你富足的是什么？你要来想想，你什么在生命里面你感到最富足的是什么？你觉得是生命吗？还是你拥有的一切？你认为有哪一些东西是暂时的？在你的生命你理解的当中，哪一些东西是暂时的？第三，你要走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带着什么走呢？你能够带什么东西走？能够带着太太孩子一起吗？哦，我们一起了。信仰救恩是很个人的，都不可以，没有样东西。什么是你留下来最富贵的东西？你觉得你什么东西留下来是最富贵的？其实这是我丢给大家的思想，让大家来想一想，成为你们生命的信仰的告白，好不好？我们一起做祷告。 Amen。 哈利路亚，神啊，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再一次感谢耶稣。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说的，我们没有什么献上，只能献上我们自己，只能献上我们自己，因为生命是来自神的，我们只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今天早上，神啊，我已经把神你的话语释放了。主啊，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主啊，要回应你的话语了，回应你刚刚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还是挟制着我们的，还是我们放不开的，还是在我们紧紧的抓住的，是我们可能我们仰望错的方式的。主啊，今天早晨让我们今天下午让我们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灵，让耶稣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愿意的让耶稣参与我的人生，我愿意把我的人生，主啊，每一个的生命的台阶，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我都愿意的让神你来参与。不管是我富足，不管是我贫穷，不管我是中庸，主啊，我都愿意的来被神你来参与我的人生。我不要抓紧我的人生，我不要用我自己的生命自己来抓紧我自己的人生，我愿意的把我的人生让给上帝的主权来掌权在我的身上。主啊，我祷告求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顺服神的教导，让我们聆听上帝的教导，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啊留心听上帝的教训的一个孩子。主啊，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同声祷告，阿们。好吧，站立起来，我们以一首的诗歌。